标识啊，第四个是车辆状态的标识，这边呢是刹车的标识，以及这边是转向状态标识啊。中间圆圈内这辆蓝色的车呢，代表就是我们两轮的驾驶公交车了。它旁边的两条竖线代表是车辆线。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往一侧车辆线偏移的时候呢，我们这辆无人驾驶公交车，这条车辆线就会开始闪烁，提醒车辆的偏移的车道啊。接下来呢，我们这辆车将会围绕恩施厂区环绕一圈啊。我们车辆的无人驾驶系统的光达以及影像技术呢，同位通过侦测前方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距离呢，通过共振控制计算，与前方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车辆行驶到这里，通过控制转向和刹车系统呢，实现车辆的靠近转向并停车。无人驾驶系统侦测到车辆障碍信息后呢，刹车停止，以及当障碍消除后呢，重新启动通过的过程。我们这辆无人驾驶车辆上携带的影像感测技术呢，可以通过判断红绿灯的颜色来决定是否通过。以后所有的红绿信号灯数据可以由系统的大数据平台传送到无人驾驶车辆上，这样通过信号传输以及影像的双重指令呢，可以使无人驾驶车辆在通过红绿灯信号入口时呢，更加的规范和安全。无人驾驶系统前方的光盘呢，会一直不停地侦测周围的信息，来决定车辆的行驶方向和路径啊。由于这边的转弯和人行道较多，所以车辆的速度会有一定的下降，来保证行车的安全。无人驾驶系统通过侦测到自身车速的下降呢，会自行给车辆提速，实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速度均衡啊，让乘客呢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但是我们这辆车拥有的惯性感测器技术呢，可以保证在车辆在通过100米的遮蔽通道内呢，仍然能够正常的行驶。接下来我们将经过单行车道，无人驾驶系统会通过侦测对面是否有来车，决定是否通过。前方的起始位置呢，就是我们设定的终点站了。车辆停稳后呢，车门会自行打开。